我伫恁家己啊做票，就是人爱讲的高利贷，啊有好有歹，有赚一寡钱，啊嘛有叫警察抓败了了。反正我真好，我无叫判刑，因为我的案件我无被害，所以我无叫关，算足好。啊，不过迄年阮妈走，就阮妈就走，啊走了就，伊嘛讲啊，咱后摆卖好卖。便利商店打工，伊伫便利商店打工 ，Seven， 哦，我是卖玛丽苏，夜店，就是 Pop 巧克力店，做巧克力的，你当时做巧克力店，还有卖马铃薯这样，打工啦，打工，我们把他叫我派，他给他上个加油站，我也在加油站上过班，我做一年啊，我一个月拢领三千块尔，我拢袂上班，我嘛是变派啊。搁较大汉一寡，就来就去做，我伫恁家己做票，就是人爱讲的高利贷，啊有好有歹，有赚一寡钱，啊嘛有叫警察抓败了了。啊，你算羡慕的咧。人无代志，啥物物件拢无。安尼好佳哉。好佳哉，算好运。你老爸今日变歹，啊你是对一个抗战对一个想法，啊去拖延这个。变派这类，一部分是拄着因，那另外一部分是阮妈也癌症。我22，大概26、27岁时，阮妈癌症。啊，癌症迄年我叫警察抓，啊，你爱顾老爸老母，迄时阮当无啥钱，阮连化疗的钱，阮讲爸，阮两个去杭州，用阮钱拢叫阮扣了了。我是想讲，没哪讲，反正我真好，我无叫阮判刑。因为我的案件我无被害，所以我无叫关，算足好。啊，不过迄年阮妈走，就阮妈就走，啊走了就，伊嘛讲啊，咱后摆卖好卖，反正尾啊搁拄着伊，就讲，他们在要创啊，我介意，就讲。你们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，家人有支持吗？我一定支持，不然我走另外一条路更惨。我搞什么都会当行，冇错咯。